次，你觉得蓝队会赢还是红队？红队，那你叫蓝队情何以堪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觉得呢？你不要只玩手机啦，专心一点好不好？好，现在请你讲，两分，二平，好，现在目前是我们的，就在这个输了的同时，蓝队已经投进了第三分了哈，3-1，这场比赛获胜的是我们的蓝队同学，给蓝队同学拍拍手吧，耶！